很酷的一个角色，就是酷酷的女孩，特立独行，然后也不学习，但她每次考的成绩还不错，对，然后有很多喜欢她的男孩，但她都不喜欢，她喜欢的那个是学习成绩特别特别差的一个，但是那个男孩比较可爱，特别的幽默，然后她就很喜欢他，然后呢，那男孩不会觉得这个女孩喜欢他，然后呢，他只是把这个女孩当成兄弟，他们就玩得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就是那个女孩，就高考的时候故意漏了两题，然后一起考上了大学，然后一起去工作。我不喜欢跟人讲话，除了你。你先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啊。你这个就叫因祸得福。我不喜欢跟人讲话，除了你。